就是这个啊，然后摔一下角色，不是摔一下道具。开局可以出发，游戏300多个，但找不到一个想玩的，所以之前才会想找线上游戏啊，龙之谷。可是现在龙之谷，我觉得怪，这怎么讲？没以前，这没有以前玩的感觉了。做报告，我大概关台了啦，我快睡着了。刚刚在想说，靠，我该不会，因为已经到7:50了，然后发现好像自己快不行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吃？哦。不知道，对啊，真的很累，很累。他谁啊？戴着眼罩的男子，如果你知道真相的话，就是这样吃。好，哎、欸，还有吗？没了。抓个羊，是我反应快？没有啊，还好啦。
什么鬼啦？啊，没捡到钱哦，气死！安啊，被困起咯啊！我标题是要改一下。哦，没有，没事。啊，血矿好多哦，还有三十五，没得吃了。九，大王，这难打哎、欸，其实。三
手枪。哦，怎么是这把？不太会用这把。中哦。白痴哦！跳得太高了啦！拿掉。